大家好，我是李牧瑶，今天谈一下2008年我创作的浪漫油画《悉尼歌剧院》。多年前我去过澳洲，澳洲给我几个印象：一夫一妻的企鹅，一夫多妻的袋鼠，有一个湖，100年才出现一次水，和悉尼歌剧院建造的传奇等，都给了我很多文学的创作灵感。在我的小说中，你们会看到这些故事的缩影。我记得麦稳就是当时悉尼歌剧院集资的方法之一。女歌手琼·哈蒙德在公众的筹款上，每个吻卖50英镑。因为文化的差异，麦稳如果发生在中国，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，而且众受指责，而在澳洲却是一种尊重和敬佩。我听起来却是一种浪漫，可以看出悉尼歌剧院能够建成，经历了很多的坎坷。我回国后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听的时候，他们都想插着翅膀飞到悉尼，观赏这座伟大的建筑物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牧阳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绘画心得。问我为什么要画六字真言？因为我在百昼功德中看到这么一句话啊，仅仅呢奉送观音心咒，就不会被业祸所染，与七地菩萨具有同等的缘分，被译为见解脱、闻解脱、意解脱、处解脱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看到、听到、触摸到，还有想到，都能够种下成佛的因，我就天真的想用绘画的方式把六字真言画出来，让看到画的人都会解脱，没有烦恼。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。其实做这样的创作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啊，因为没有人这样画过啊。我没想到我画出来呈现给大家的时候啊，人们都心生欢喜，这一点我非常的感恩。注定你是给我幸福的人，注定你是我的爱人，是你给我热情和热吻。